觉得其实 Fresh Chicks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给一些新人，包括我，去尝试一些挑战和角色。I think it's a very nice first experience. 这一次是第二次参与 Fresh Take 的这个 project. 其实我还蛮期待这个 Fresh Take 的合作，因为我们拍摄的过程，我们能够跟演员们还有导演们一起谈对于人物的角色的一些范围之内的事情，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跟新的导演一起合作是个很新鲜的感觉，每一次参与的制作都是新的开始。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也很感谢能跟一起合作的一些新人一起擦出火花。请大家记得收看我们的 Fresh Take Miss Heaven 黑帆小姐。